诶，各位，点解你哋会喺度嘅？诶，出出出出出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人，我今年16岁，我而家喺 YouTube 做嘅事主要就系拍片，系一个过气嘅 YouTuber。应该。我都冇痛过，又点会过气咧？点解我啱啱话我应该系 YouTuber 咧？如果你哋话我而家系 YouTuber 嘅话，倒不如你哋话我系 YouTuber 兼音咩创作者兼实况主。点解我会咁讲咧？我知你哋好 confuse， 唔紧要，过嚟呢度，我带大家去睇下主频道。冇错，就系我而家咧。主频道冇错，就系我而家呢一个嘅拍片做 YouTuber 嘅呢一个 channel 啦。由几时开始拍片？我应该系从2018年开始拍片，系冇错，我系从2018年开始拍片嘅。我系古人，咁今日咧我哋做玩呢个新嘅时钟嘅 Potato Crop。从嗰阵时开始，我就要励志咁做一个好优质嘅、好正能量嘅 YouTuber， 所以我就从嗰阵时开始啦，开始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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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直到呢一个嘅2021年2月，嗰阵我开始迷上中意睇一个台湾百万订阅 YouTuber 兼实况主，冇错，就系嗰个俾私人跳跳过裸照外流，有眼全盲 ，YouTube 过气，沦落到去呢个嘅 Twitch 做淘奇疯狗去做实况嘅放火 Louis。嗰阵时我好中意睇放火呢一个人啦，好中意睇佢做一堆效果同埋发癫咁样。边个最最我让他粉丝之前闭眼。所以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开始尝试了一些关于他的粉丝恶搞作品鬼畜，或者可以叫音乐，而我的作品会放在我的副频道，没错，副频道 look at this。 以下就是一些关于我的作品，然后到后来我的副频道又红得起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开始被更多人知道，更多人认识，也都被放火本人看到我做的音乐作品，到后来还认识了一班都是一样爱好，喜欢做放火音乐的台湾朋友，冇錯，就係小潘偉啊、豆漿啊、方糖啊、方糖大佬、方糖大。然後到後來，我又因為受放火嘅影響，所以我都開始咗自己直播嘅實況路程啦。呢個上面講嘅，我開始對主頻道拍片失去咗動力，出片嘅速度亦都越嚟越慢，一個月一條，甚至可能幾個月先有一條。說實話，呢個就係我真正點解我咁耐都冇出片嘅原因。但係我向大家保證，我係會繼續拍片嘅，只不過可能會冇以前拍得咁快，因為我覺得而家拍片嘅我已經唔係以前拍片嘅我咁單純。而家拍 YouTube嘅喜好已經唔單止係拍片咁簡單，仲有埋直播啊，或者整音咩啊咁樣。但我都係會繼續拍片，拍更加多我自己中意嘅題材。可能你哋會覺得我好自私，有個新嘅興趣之後就唔再繼續拍片經營。但我從來都冇離開過 YouTube， 我一直都仲係喺 YouTube 分享同埋拍片。我覺得我自己拍 YouTube 嘅初衷就係拍自己嘅作品，然後分享俾大家睇。只不過就真係而家分享嘅方式就唔單止係主頻道咁簡單，係仲有我嘅直播同埋音咩唔同分享嘅方式。上面呢度寫住話，我嘅初衷係 YT， 做自己開心感興趣嘅事情都係冇變過嘅，所以我仍然鍾意拍片，之後都係會繼續拍片落去嘅，只不過相對上直播可能會比較多。係冇錯，大概就係咁樣，我會繼續拍片，多謝。喂，我沒頭在的智能灯光，哇操 ！Oh my god！ 各位太耐冇见啦，实在我俾大家睇下，我最近买呢个嘅智能灯光，智能灯光，手机攞个录影俾大家睇下。Yo， 各位智能灯光，大家见到我喺度控制紧呢个 ，Oh my god！Yeah， 各位之后大家睇我嘅影片可以揿光啊。除咗买呢个灯光之后，我最近仲买呢一个嘅绿幕 ，Yeah， 一块绿色嘅幕，绿幕。What the dog？ 绿幕俾大家睇下。哇、好大一块大绿幕啊！我操！我有咗呢一块大绿幕之后，我中意去边就去边啊！各位，大家睇下。OK， 我而家系放火嘅屋企，撞灯。然后呢度系 Ina 老婆嘅环境，呢一个系我嘅旧屋企，系唔好怀念咩？我嘅旧屋企，旧家。我系大嘅上台咁样。等下先，呢个智障真系好难收，呢个收唔到。Q&A 时间 ，Q&A。而家我哋嚟回答一下拖咗半年前嘅 Q&A 影片啦，哇，半年！我啱啱打开 YouTube 之后，我发现 Gula 今晚凌晨有直播嘅，
OK， 第一条呢、這个系 Lucky 问嘅，点解会想做 YouTuber？ 啊，啱啱呢个开头都讲咗，我一开始做 YouTuber 就系纯粹想拍片翻去俾大家睇，拍片亦都系我其中一个乐趣之一，亦都可以话系我嘅初衷。所以其实而家好多嘅题材或者以前嘅题材，其实我都好中意，我有时都会好常都会睇翻我以前旧嘅影片去怀念一下。到目前拍过嘅所有片，其实我对自己都好满意同埋好中意。第二条，而家做 YouTuber 同当初做 YouTuber 嘅期望一唔一样呢？哇，呢一个我又可以话一半一半嘅，因为我觉得做 YouTuber 做得耐系已经唔系你一开始真系单纯去为咗拍片、为咗分享，唔去理个 view 数，唔会为咗观众，唔会为咗订阅。所以到咗后来，你话我有冇变？可以话有嘅，但系我觉得我一开始拍片嘅目的都系冇变过嘅。而中文去英国头几个月适唔适应时差？我同你讲，适唔适应时差呢个问题唔系最大的问题，最大问题去了英国去移民之后，这个的生活的所有的要重新适应，所有的飲食、所有的朋友、所有的生活、所有的社交都要重新去适应过。我是来到英国非常之久，我才开始适应这个的英国。你是怎样认识香港 VTuber？ 2021年4月份左右，我就在这个 YouTube 页面那里推介了 VTuber 给我，然后就对这个的港 V 圈有了大的兴趣。港 V 我最支持哪个？第一次我咁样讲会得罪边个呀 ？Oh my god！ 有想过出道吗？之前有的，但我现在的念头开始没了，因为做 VTuber 太辛苦了，还有太大的自由规划的限制，但我不可以做这样，又不可以做那样，又不可以做那样，又不可以好像现在这样面对面跟大家讲话啊，或者可能拍一些 Vlog 啊，拍一些我不知道，可能真人做到，但是这个的虚拟做不到的东西，有很多这个的限制，我不喜欢这个的限制。 OK， 下一个泡菜绿啊，动根果然会穿女装吗？妈，我会穿女装吗？我已经说过了。 OK， 我这边在频道重新讲一次，给不知道的观众讲一下，我会穿女装吗？我会，我穿，我就穿啊。我喜欢穿女装。我什么时候穿？第一个5000订阅，第二就是那个饭款来英国的时候我就穿，然后第三就是我不知道动漫展吧。我今天午餐吃饭还是吃面？我今天午餐吃饭堂，要不要考虑一下开会员？不要，我不要开会员，我就说我不要开会员了。主要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负担不了，就是我这样子会觉得对不起大家，因为你们都用钱来订阅我可以看到的 content。在英国开心吗？蛮开心的，只是没有朋友，完全没有朋友。这个不是你要走开。如果撇出不要朋友的话，我觉得其实蛮开心的。英国和香港 choose one， 香港吧，最强死神 TV 有没有男朋友？是什么契机啊？你开始做 email 的？哎，那个刚刚片头有讲。对，就是饭果嘛，所以我就开始做医美。你老豆，我想看果仁全裸。辛苦果仁啊，相信最近一定忙翻了吧？这是5个月前，谢谢。我也看你失踪1个月，一定忙到爆。WW， 好啦，我的问题是，从开始做 YT 到现在，有什么感受？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一开始我是做的蛮单纯的，就是真的是比较自己分享自己的影片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就一开始做没有订阅，没有观众，然后也没有观看次数，也没有留言，就真的是纯分享，所以我真的完全没有去 care 这东西。然后到后来了，慢慢就是2019年那时候做起来了，那时候认识一群中小学生的 YouTuber， 而不是你们。那时候跟他们也拍了很多影片，所以我是觉得蛮开心的。那时候真的很开心。第二，会继续发疯吗？啊，不是。第三，你想被做成 in man 吗？我想啊，真的很感谢你们这群人那个帮我做 in man。我的 in man 哎，沙小，你看这一步，还有这一步，还有这一步。之前对饭口的印象是什么？从很久以前，2018还是2019那时候，我已经开始看饭口了。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向，然后很会分享事情的 YouTuber， 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有参考他的影片去拍我自己影片的风格了，所以我蛮喜欢的。然后到后来嘛，大家都知道他现在，他知道就跑去那个土耳其开直播了。然后我一开始看他实况，就发现，干他为什么这么发疯啊？他那个撞椅子哎，他个大叫哎，我觉得。好好笑。刘旺旺的是否能分享你要如何在战场上打赢刘旺的策略？
哇，这个很深啊！我要拿着那个剑，拿这个菜刀，那个去砍他，然后拿着那个无照喷墨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你要想象一下，旁边有番茄的话，然后有一个冰箱，我就用。然后你很喜欢番茄嘛，所以我就追那个番茄。然后那时候啊，我会拿一包干冰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关着，然后那个冰箱啊，它就会有喷射，然后砰这样子撞飞你，所以就那个直接打晕你，还在站在那边直接打晕你，哦，直接打晕你，对吧？对吧，硬啊，哦，打晕。直接打贏你 ，Oh my god！ 做 YouTuber 嘅契機同埋做 YouTuber 遇到開心嘅事情，做 YouTuber 嘅契機我啱啱都講過嘅，咁所以我就呢度就唔講啦。做 YouTuber 開心嘅事情有好多，其實就我就講最開心嗰個啦。最開心嗰個就係可以認識到一班同我有同樣興趣、同樣拍片嘅朋友，呢個係我拍 YouTube 咁耐以嚟最開心嘅事情。OK， 大致上我哋嘅問題就去到呢度啦。最緊要我想講嘅就係愚人節快樂，愚人節快樂。我是不会退出 YouTube 的各位，多谢大家。欸，靠背哦，欸，这里真的很痛欸，我刚刚没做口供，我真的撞到那里欸，超痛。哎哎，我是个我这条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，记得 like 和你讲我的收通知。如果想和我果人本人聊天的话，可以去这个 Discord group 那里。我是各位观众，我是果人，我们下次见。Yeah， 拜拜。OK， 我刚刚已经剪完片了，现在的时间是这个3月31号下午，哎，时间很赶，时间很赶啊，所以我想说的就是，刘旺，你什么时候拍 QA 啊？我都出 QA 了，过半年了，拍片。